了耶稣基督显现在他们面前的事情。그래서뒤에계속보면이엠마오를가던이두제자가예수님이앞에서사라지는모습을보고다시예루살렘으로와서그열한제자를봤습니다그리고그다른옆에있는사람들도봤습니다그시몬을만났다는그소식도듣고자신들이예수님을봤다는그생각도내기를했습니다按道理来说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应该相信예수基督的复活了是不是그러면그냥이것이읽었으면이두제자가이제는예수님의부활을이제는믿었다고저희들이볼수있습니다但是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局面그렇지만이야기는다른쪽으로지금가고있습니다当他们在十二个十一个使徒面前和那些门徒们面前把自己在路上经历的事情说的时候예수基督显现在他们面前이두제자가지금그열한제자와그수많은다른제자들과함께그길에서예수님을만난얘기를하고있을때예수님께서그들가운데